生产的是有价值的东西，这个就是我们下一个世代要转型的方向。也就是说，政府的农业政策在过去的一段很长一段时间，大部分都是福利措施啊。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政府的农业政策要走向的是一个产业政策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预算，我们在很多的政策的思考上，必须把这个当作是一个产业，也让我们从事这个农业的这些年轻人，让他们在生产上是有竞争力。